一百两千五，你打个，你这个多少一下子？能，扣上吧，扣上门带吧，行吧？那你这城里的家具啥不行？我这别送啊，别送，直接送啊。不，我这个空调是往老家送的。嗯，那你给我送一点别的地址吧。钥匙。货太小，没有。行，啊，这挺沉的。过去了，来。再稍低一点，再过去。再过去，再过来。来开灯了，开能开呗。娘啊，少买点吧嘞。嗯，这门不难事儿。不难，还能往这边再弄。不是，我说冰箱门儿好开呗。门儿好开。你开冰箱门了，好开了，这样。啊，这样是。这样能还能往这边弄弄。就这吧，就这，别弄了。不是，你来来来，你看，就这就行。嗯，你没事了，我跟你说，没事了是吧？嗯。在最后上，我这边能开的啊，能开的把这家里破门当的，破往外边那那个啥擦烂。嗯。能开，能开门。能开门。不要开很窄了是吧？正好我。没说吧，擦擦，你看干净点，来，水桶的，对，亮亮，行吧？啊，行吧。小时代老的同志。他后方那是那个隔，他后方在。啊，可以，在隔壁的，没把玻璃关上。啊，就是。这是吧，这是吧。我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来。来，再把你这把，你看我给你那个桌。啊，我来。搁这边吧。来，还没有再装的吧？把家具都拉出来了，啊，冰箱，让你看电视机，这才是直白缺点，把冰箱擦一擦，
他他妈话，咱聊一聊，啊，咱聊破了味儿。咱要是之后的话再插点，嗯，不是说那样就比咱寿命长吗？嗯，对。啊，那东西差不多，你准备下来，下点东西再起来。嗯，好。看着别他那说挺得劲，就正好整这个地方。对。嗯，也是你说买个大的，大的我看不住这正好在这儿，厨房里边挺好。嗯，什么不大的？这是正好这么大。嗯，现在都流行那个双开门的。嗯，这也都因为你发进去了，是吧？嗯，够用吗？比那个单开门的要高点儿，也大点儿。嗯，够用了。这它不结冰的，好清理，好打理的。对。咱一般冰箱那都是那啥储冰系统嘛。哦，现在比以前强了，以前那冰箱光结冰，有点啥东西拿不出来。把陪嫁的东西呢都已经拉到楼上了。如果结婚当天，来回抬那个冰箱呀、洗衣机呀、电视机呀，是吧？那种怕抬坏了。我们这儿都是先放到家里，只拉一个空箱子。我们这儿陪送呢，都说是愿意成双。啊，成双成对。对对对，后来我奶奶说再买一个空调吧。是的，对，然后陪嫁了四大件儿，洗衣机、空调、冰箱、电视机，是吧？